像声音哑，若微光一出轻吟唱，诸位因残时明光，流程尽虚妄，梦发挥白香千山。小时放明光，图印章，为朝彰天道明光，铺天地逐鹿殊途一场，寂寞神秘无量，黄泉古竹悲愿隐藏，与我血眼发黄，乾坤冲克天虚如掌，只狂为一个阴阳。啥？点个追番吗？封锁所有毒人的现场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是。统领，急报。说。有一身着红衣之人立于城门外，已有一会儿。红衣。此人在长安城外站立许久，却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，马匹一旦靠近就会惊乱，我们已经把内门关闭，暂时禁止出入了。通知城门守卫不要妄动，其他人与我一同前往。天竺金刚僧，玫瑰金 plus。今日非纯阳宫开祭之日，况且大雪封山，请您择日再来。老裴，司马懿，
这是仙果露水，三天为他服用一次就好。裴大夫，那个人不是西姐姐。我知道，那也不是真的沈剑心。前面有东西，大家小心！不好，前面有巨浪，大家抓稳了！司马爷，这难道是？裴大夫，是浮丘岛。司马爷，主动给我。裴大夫，这是唯一的信物。裴元，列阵！胆敢再次扰乱城门秩序，报上名来！我乃天策统领李承恩，来会你这死而复生之人！没这么简单，
保佑。到论剑峰了，即便一身装扮相似，也无他半分气质，休想打这把剑的主意。是谁？休想动我纯阳根基！掌门，碎星辰之阵，仙子阵法。无人可逃，阵中每踏一步，功力便可倍增，但真气自噬也更甚一分。掌门，人走了。走了吗？怎么样，我的戏很逼真吧？碎星辰都十来年没见你使过，我都以为掌门认真起来了。我好歹是纯阳之主，不拿出点狠活，恐怕对方也不会轻易相信。但以师兄的功力，足以将此人击退，为何我们要佯装不敌？今日纯阳遇袭之事，江湖舆论恐怕会不利于沈剑心。此事我已有打算。怎么样，刚才的大战都记下来了吗？立秋三日，一神秘人侵袭华山，太极广场伤员遍地，论剑峰上，掌门与余瑞师伯同神秘人拼死一决。李掌门在碎星辰中每踏出一步，便口吐鲜血。神秘人功力非凡，天道之剑逐渐松动。对，你不了解现在的互联网行为，所谓字越少事越大，太长了都没人能耐心看完。我即刻去办。但掌门，待人拔取天道之剑之时，我担心会引来大批江湖人士慕名前来拔剑。你觉得有人能拔出来吗？我赌就算沈剑心本心来都拔不出。掌门，天赐统领李承恩请各大掌门前往长安，有急事相商。就由你带我前去，将此信交给李承恩。掌门还在跟李统领置气吗？我这是在提点他这小辈。掌门，此人来论剑峰拔剑的时候，你就不担心？
怕他得能找到真的。 是否长安城已经平静了太久？你们已经忘记了那些守护我们的人？整个长安陷入毁灭的边缘。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救我们。长安战神李承恩，长枪之下，诛尽妖邪，这座城。 来守护红衣魔童阿萨辛再现江湖。你想要做这座长安城的英雄？东渡之狼，英雄落幕。我不是那个英雄，但我会与你战斗至鲜血流尽的那一刻。李统领，让我来会会他。看到，天道之子，真剑邪。大家，力量借给我吧。 圣大长，圣大长，圣大长，怎么够了？阿萨辛，半长安城，天道诛之，岂生心，何生心？你看这个，你也许对这条人门信息感兴趣。东都之狼眼神寒，红衣妖邪吓破胆。媳妇儿，你快来看啊，东都狼的眼神啊，吓死人了。说起天道，你或许对天道黄焖鸡感兴趣，恭喜你获得天道黄焖鸡满20粮精，文优惠券。 路上小心啊！集合报到账100.32两银子。变身东都之狼，我才是东都之狼，由我来保卫长安。唐堡主，还有3天发布会就要召开了，我听说你还在制作，我担心。3天，明天即可全部备齐。 说过，唐门夙运，使命必达。这小小的无人机将会颠覆整个互联网。整个互联网全都是对统领不利的消息。监测统领有什么用？战斗力约等于0.00001个神剑星。岂有此理！我天策府。我提议，神剑星接管天策府。 李承恩去找个牛放吧。统领，这些人竟敢胡乱涂鸦，亵渎统领，备案。这是我的意思。引起百姓的嘲笑，总比引起百姓恐慌骚乱来得好。我一个统领要严密，不重要。但神剑心早已不知所踪，城门之事何以又是神心退敌之说？而且既然我们已经控制了互联网，为何不捣毁这妖邪之物？你了解真正的神剑心？ 吗？你真的懂互联网吗？如今天下人只愿相信互联网上的消息，但互联网只是一个渠道，若被歹人操控，则引得群魔乱舞。但若我们能加以引导，他也可以引人向善，激发这个江湖该有的力量。放开那个女孩！统领，深谋远虑。报告，互联网地宫中的所有壁画都已经拓印回来了。 请统领过目。加纳阿萨辛神剑心，以及神秘的红衣女子气息各大门派，究竟意欲何为？东人和川西联袂后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
平静了太久，你们已经忘记了那些守护我们的人，整个长安陷入毁灭的边缘。大家，力量借给我吧！足够了，阿萨辛！